是想让你误会我。我喜欢你，崇拜你，但是没有一点点功利的想法。在你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形象永远是高大伟岸的。谢谢。刚才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的，对不起。没有，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那就好。很晚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的蜂蜜水。你把蜂蜜水喝完吧，这蜂蜜水是解酒的，对胃好，对身体好。谢谢。Auditions are after school. I want to audition for Gabriella. Give him the Troy stuff where we can. I'm auditioning for Troy tomorrow, and nothing is going to stop me. Although this 短短两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可是我们还是爱过，所以我求求你别拒绝我好吗？小飞，既然这支钢笔见证了我们的开始，就也让它见证我们的结束吧。你好，佟小姐。你们飞总呢？飞总他在机场等你呢，让我来接你，请上车吧。佟小姐，你没事吧？哪里不舒服吗？还有点时间，你先喝点水吧。小飞，给谁打电话？上飞机了，手机要关机，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我想想啊，李向忠接我来见你，你们飞总呢？飞总他在机场等你呢，让我来接你，还有点时间。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被拉上了飞机，这都是你安排的是不是？你怎么会有我的护照呢？我没有，我可以想办法。
正好我发现你有美国签证，我是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甜甜，你自己说的，不是我出卖的。你放松一点行吗？既然都已经上了飞机了，就好好的享受这次意外的度假可以吗？小飞，你别胡闹了行吗？我没闹啊，反正你都已经被停职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你就当跟我出去度个假玩吧，多好。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干嘛，你先把安全带系上。你这是绑架你知道吗？绑不绑架你也得把安全带系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就成谋杀了。你好，请问我不管，反正飞机到了以后你就给我订一张机票，我要回来。就不好，这样吧，反正咱俩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干，要不聊会儿天，聊一聊你离开我以后会找什么样的男人，或者我离开你以后会找什么样的女人。行，你说。我就是想说一说。你别跟我说。这不是你爸爸那支钢笔吗？我知道了，这是你要送给我的临别礼物。啊，太感动了。你还给我。你要干什么？跟你学的。你别跟我说话，我要睡觉。真的不打算再聊一会儿了？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谁是你女朋友？你往哪儿走呢？跟你说几遍，女孩子走路别走外边，走里边。你长脑子干什么呢呀你？童薇，你跟紧点。我要回国。回什么国呀？护照你都没有，怎么回啊？我就不给你护照，就不让你回。放开！别再跟着我了。Come on！让你小心点吧，别你往哪儿走，你冲哪儿去你？你干什么呀？不要在携程订票，回去。谁让你订机票？手机给我。没护照还想订机票？转圈转圈有用吗？转圈也得走。上车。你到底想干什么？到了我就告诉你。你先说我再上车。想不想要护照了？
这歌太不兴奋了，换点别的。我就想听这个。怎么喜欢听布鲁斯的这么难听？所以这就是咱俩的差别呀、啊，你还是个小孩。说什么呢，薇薇？干什么？你叫什么？你这么不乖，我叫你薇薇怎么了？叫姐。就你那样还叫你姐？笑起来蛮好看的，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说，你把护照还给我，然后再送我去机场。对不起。你什么你？你要是再敢凶我的话，我就把你护照扔了，让你回不去，你信吗？你看前面。怎么了？我们去追太阳，走。童薇啊，你做我三天女朋友吧，就三天，三天以后我给你自由。我不明白。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拥有过你。我想在你彻底离开我之前，给我三天。三天以后呢？我们一个回上海，一个回纽约，然后老死不相往来。但至少这三天你可以完全属于我，你可以正大光明做我谢小飞的女朋友。我长那么大，逢场作戏真的太多了，但是刻骨铭心的爱真的只有这一次。所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像普通的情侣一样相处三天。你在害怕什么？我害怕，我怕这三天过了以后，我这辈子心里都会难受。既然我们早晚都要分开，你干嘛要来纠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和你轰轰烈烈的爱一场。我要让你下半辈子都忘不了我，我要成为你这辈子最爱的男人，即使不能在一起，我也要霸占着你的心。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want it so that no one, you'll love no guy more than me. This is so selfish of you, don't you know? This is...想我给你一个未来，对吗？我只想让你离开我。你不要再掩饰了，你就是怕爱我爱得太深拔不出来。上次在大官会所的时候，周总已经都告诉我了。他胡说的。我想给你一个家，我想给你一个未来，但是我不能，我给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仅是谢小飞，我还是谢氏唯一的继承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觊觎你们家的财产。你误会我了，
我的家族就是一个烂泥坑，我只是不想拖你下去，你知道吗？你还记得那天在医院吗？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她生病了。当年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 That person was my mom. 遭到家族反对。Back in those days, 因为我爸出生名门，我妈只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穷留学生而已。但是我爸太爱我妈了，不顾一切把我妈娶了。从此以后呢，我妈就觉得她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的是，嫁给了我爸，是她这一生悲剧生活的开始。其他的女眷排挤他，嘲笑他。妈妈多次向爸爸提出要出去工作，爸爸却不答应，理由是谢家的少奶奶不可能出去工作。在一次家族聚会上，妈妈喝多了酒，当着众人的面再一次提出工作的要求。爸爸为了面子，赌气和妈妈说，如果他想要工作，就彻底和谢家脱离关系。天哪，你听我说。面对非人的说话，妈妈想忍，可忍无可忍。妈妈走后没有多久，我接到警方的电话，她在路上出了车祸。祸，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呢，妈妈就变得非常严厉。再后来，她得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结果，就是她变成了植物人，一睡就是十几年。第二年，慧珠阿姨就进了我们家。她跟妈妈不同，她是我们家族唯一一致认可的第一夫人，也是一家酒店企业的继承人，性格温顺，也愿意担任我爸背后贤内助的这样一个角色。我爸虽然很惦记我妈，但也还是这样慢慢接受了。你是怕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会像你妈妈一样被你家毁掉。我爱你，所以我不希望我爸把你给毁了，所以我才不能给你承诺，我也不敢。小飞，你太看不起我了，我没那么容易被毁掉。你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家族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Maybe I should have done it to her. Maybe I should have played this card. He's gonna put a guard on. Man.所以我不希望你重蹈覆辙。这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一个骄傲的女人，我不想你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我也不想看到你变成那样。放手也是一种爱，我给不了你未来，所以你答应我，就在这三天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女朋友。让我们的爱在这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以后毫无瓜葛。
小飞去夏威夷了。根据李宪忠的消息，同行的还有童小姐。啊？他想干什么？啊？在谈判桌上，当场跟人家陈希难堪，转头又和这个同为鬼混去了。口口声声说什么要打开中国市场，现在为了谈情说爱，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关于哥和童小姐的关系，说实话我们有点疑惑。他们已经分手了，为什么还要一起回来？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了小飞，然后压着他就给陈曦道歉。可问题是哥已经断绝了所有联系，我们根本找不到他。动上我们一切的关系，给我找。什么情况？这是哪儿啊？怎么回事？这导航是不是有点不大给力？你说你干嘛非让我往右边走啊？都因为你。都快开到海里了。那你怪我，是不是你让我往这边转的？酒店不住，非找什么民宿？民宿在哪儿呢？酒店，天下酒店不都一个样吗？这民宿可是我精心挑选的，我跟你说。而且你说你住五星级酒店舒服是舒服，谁给你讲爱情？谁给你讲爱情？现在连路都找不着了，谈什么爱情？哎，等一下，有信号了。走吧。这什么破地方，我要回睡觉了。哎，叫你来是有目的的，看里边谁。没有想到他不仅篮球打得好，还玩乐队，是觉得太帅了。喂，收起你那副花痴的样子好不好？去啊，你不是喜欢他吗？算了。那甜甜，我发现你平时挺豁得出去的呀，怎么遇到孙浩这儿你就缩了呢？你瑞塔不是放话说要追求他吗？怎么了？你比瑞贝塔还少个鼻子，还少上眼睛啊？不是啦，我不想和瑞贝塔那种人追求同一个男生，垃圾档次，丢人。你不自信，我知道。那我告诉你一个绝密的消息，过来。据说瑞贝塔的孙浩表白了，但是失败了，真的。认识我男神，看女孩的眼光还是挺犀利的。所以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搞不好男神就喜欢你这款的。先看演出，待会儿再说。放他跑了，啊！小笨蛋，白带你出来了。老板，他们刚刚几个点了什么？这几个男孩子啊，每人一碗豆浆加油条，
好了，给我也来一份，一模一样的。好嘞，两份。好。你不是减肥吗？你吃夜宵不怕长胖？男神套餐吃了不胖。不是，我问你，你到底是想当他的迷妹呢，还是想当他女朋友？哎呀，我紧张嘛。下次，下次一定找他。两份，一共18块。嗯。导航上显示的是这个位置，进去看看。应该就是这儿了吧？我感觉很对的。Thank you, God, for the win. These, it has been difficult. It has been difficult. Hi. Coming Hello. back. Hello. Dun, dun. Are you so fit and well? Are you so fit and well? Yes.I'm so glad to see you both.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ll afternoon. Aw, kids, you must be so hungry. Yes. Come inside and eat your dinner. How did you know we're so hungry? We got plenty of food for you, too. Do you like them? These are all pictures given to me by couples who've stayed here. I hope you two will give me one when you're going home. Come on in for some food. It's hot now. Come on. Welcome to my home, you two. Let's enjoy this beautiful night, shall we? Wow, what a feast. You're welcome, honey. How about a toast?Cheers. Cheers. So, where are you both from? So you're a long-distance lover? Yes. Can you tell me your love story? Oh, our story is really simple, I'll tell you. So one day she was jogging around in New York, and these guys who looked like trouble were walking her way. I couldn't just stand by and watch, so I helped out. Then she fell in love with me. And why is that? Because I'm too charming. So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hero who rescues the beauty, right? And then Wei fell in love with you. No.Who fell for me? I don't want to hear it. You were on my blade. 这关于三亚，对不起。我去给你倒杯水。没事，你先洗漱。对不起，赵总，对不起，赵总，董事长刚才开会。这个项目你盯着多少？董事长，我赵总。行了，你出去吧。我跟爸爸有很重要的机密会议要谈，你先回避一下。是关于三亚度假村那个项目吗？对。爸爸，
那块地的历年气候调查报告，那里地处台风的多发带，根本不适合开发成度假村。这事儿你知道吗？小西说的有点夸大其词。夏季靠海的地方啊，多受台风，提高一下建筑物的抗灾等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好好给我做一份气候调研报告，啊！这个项目我得重新评估一下，你先回去吧。我也出去了。七啊，陪爸坐会儿。小七啊，跟谢氏的合作就这么了了。爸爸，是我无能。不是你无能。Let's take a small squad behind enemy lines. They call themselves.The Bad Batch. These guys are clones? I don't like the look of this. This is a trap. 是谢小飞太过分。当然这件事情也是爸爸有点操之过急了。婚姻还是应该有感情基础的。爸爸对不住你。爸爸。说，这些年你跟你哥哥两个人，谁是爸爸最好的帮手，我心里很清楚。你是一个女孩，你哥哥但凡有点出息，我不会什么事儿都把你往前推。您信任我，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那好，那我问你。你喜欢谢小飞吗？现在说这个意义不大吧。我是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上问，别回避我。好，那既然喜欢就不能放弃。您的意思是？虽然是他在项目上让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男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尤其是像小飞这样的性格，年少轻狂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不一样，你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普通的女人，你得把眼光放远一点。如果一旦你入赌谢氏，这种委屈算不了什么。可是我跟谢伯伯都这么认为，你跟谢小飞是门当户对的一对。但是你得记着，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是一回事儿，但是要下定决心把她娶回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您的话我记在心里了。那行，她在什么地方你去找她吧，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用不着我教你了吧。嗯，行了，你忙去吧。记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
约他出去了，给我们留了这个，你看看。哇塞，可以啊！你有想去的地方吗？上面没去过的，我们通通都去一次，好不好？没问题，你说什么就是什么。Lil Dicky. I'm Lil Dicky. Lil Dicky. Call me Dave. Yes, I know that I'm a... Our ATV tour is our most classic.要不咱们也试一试。你这么笨，肯定会迷路的。你说谁笨呢你？我谢小飞这么聪明的人哪儿笨啊？就冲你这句话，我半个小时之内绝对找到你。哎，So you sir, if you're able to meet with her within 30 minutes of the maze, then it's said that you two are meant to be happily ever after. I will text my people. And hopefully you get to finish the whole maze and meet at every stop within the maze. So go on and have fun. 这个吻如果找到的话，记得还给我。一会儿见。拜拜。说话，你一直说话，我听你的声音过去找你。小飞，我听到你说话了。我说什么呀？你说我们去度假的话，你说以后我们去度假去哪儿玩啊？谁跟你去度假呀？要不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去海边散步好不好？每天拉开窗帘看日出。我们的孩子
子长得像谁啊？男的肯定像你，女的肯定像我啊。女孩长得像你的话，那她多可怜啊，一辈子都没有人要她了。那我们就养她一辈子啊。小飞，小飞，微微，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Well, thank you God for the victories.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Pray that you guys have good games. Bye bye. Take care.